一种挑逗了，变得很坏哦，调皮哦，技术流很猛 ，touch from the bottom of the spine， 就这样。你喜欢被人家 slap 你的 ass 吗 ？Role play， 这都还没有听明白，你就已经觉得说，哦 ，that's hot， yeah， that's hot。Dirty talk 多多少少带着一点 role play 的因素的，什么哥哥爸爸，I don't know， 类似这种东西。好，下一趴叫做明知故问型，佯装不知道的问，就是说怎么了？这是什么？这啥？这什么意思？就反问。Like when you point at his butt, be like, oh, what is that? Oh, this is 这个，我觉得 I don't think it's hot。我觉得可能害羞的女生会这样。我觉得这是一种挑逗了，就有推拉的成分在里面。我觉得是会有人喜欢的。我感觉这一招你比较适合用。哎，这什么？啊，这一趴的，还有像那种，他们都是讲哪一种的？技术流的。技术流是讲什么呢？他们其实没有太多的讲，都是就是上手不讲话的。对，技术流很猛。这种东西就是行就行，讲再多话，如果你自己不相信的话，都是白搭。这当然是要有信念感啊！那讲的有的没的，没信念感怎么想说？哎，这是怎样？这是怎样？这是怎样？是怎样？怎样？第四个反差疑问句。平时不是这样这样吗？现在怎么这样这样这样？我现在在上语文课吗？我不知道，应该类似就是说，哎呦，现在变得很坏哦，调皮哦，就类似这样。这个哦，一般。It's such a turn off. I don't know. 类似就是说，哦，原来你这么没有，因为我已经知道我是谁啊，你知道吗？你好难取悦哦，真的是夸也夸不得，问也问不得，你就是要让人家上手啊。还有叫做语气强调型，结尾加就是明白吗？哦，这个哦 ，that's hot， that's hot， I think，因为它那个东西，它带着有点像 command。I get it， 你喜欢命令式的，就是那个男生就比较 dumb。aggressive 一点你比较喜欢，温柔挑逗一点我比较喜欢。因为这个语气强调型，我甚至都还没有听明白，你就已经觉得说，哦 ，that's hot。Yeah, that's hot. 很适合我穿插一个 kissing 极度上头的一个 kissing 小技巧，这个跟这个 dominance 也有一点点小关系。等一下，因为我当时我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反正就是 algorithm， 我就被刷到。还以为你的亲身故事，一听 YouTube 没有啦，我。你把这个女生抓过来 ，and then you start to touch with your fingertips, touch from the bottom of the spine， 就这样。我觉得后背是一个未挖掘的一个宝藏矿地，浑身上下就那么点东西，我觉得当手环到背后的时候，整体都会比较性感，因为在前面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其实也没有前面其实不性感，没有说那么性感。就我本人来讲，腰是我一个非常让我觉得敏感的。Oh my god， 太阳，你还记得吗？那一次我跟你在那个新天地，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过马路，然后我不知道你。Dude, you were like, you touched my back and my head, like my entire face was so flushed. Like, 一秒，一秒。什么射手座很会调情之类的？我说对啊，我要想的话，我连你我都可以 turn on 好吗？然后我就直接揽他的腰过马路，然后我看到他就脸红。哦，那个不是揽，然后我想说那个不是揽，那个是 like something else. Like you did something with your finger. I didn't do shit. 你不要讲的好像我 no. I did not do that.It was a very simple thing. It wasn't. Oh my god. Oh my god. 老天有眼，我跟你。老天有眼，我没有搞什么那什么啊，好奇怪。I was not slap. I did not slap her ass. Okay. No. The key point of this story is 有的时候。等一下，你喜欢被人家 slap 你的 ass 吗？没有啊，我为什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手放在腰上你都会有感觉，它有某一种力量上的东西让你有一种力量，而且有滑动，它要有一点点 like slide glide 那种东西。 slide to the left slide to the left slide to the right criss cross criss cross cha cha real smooth